那，你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以后，会回去吗？要回去的。今日戌时，岐山门口，不见不散。什么呀，奇奇怪怪的。元宝和舒雅门当户对，情投意合。不日，我就会把元宝许配给舒雅。等成亲之后，他们一定会成为一对幸福的家人。明天就要和长月看花灯，我到底该怎么表现才能让他喜欢我？哎，第一次什么都不懂，谁能来教教我到底怎么追男人吗？